想要进去图书馆看书。运动回来要去煮饭喽。现在是早上7:50，然后我等一下8:40要考师短，我等一下应该就是边走边读。这个报会录影之前，然后记录我这一周考试周的模样，继续看下去喽。5:10，然后呢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，我要去附近的全联买菜，然后我等一下想要一口气煮3餐份的饭，这样。在煮饭之前，我会先去运动一下。就算礼拜四还要考试，但是因为最近我在减肥，所以还是要保持让自己可以运动。就一起去全联吧。上完4堂课，现在就是来图书馆这边看书，然后我想要进去图书馆看书，大概看到下午5:30，晚上跟我朋友约要去咖啡厅。好，那就待会见喽。现在是下午5:30，然后咖啡厅啊，但是反正就是先来吃饭，等下去咖啡厅读书。确定是读书吗？会吧，我下礼拜要期中考，要去短，不读不行。我们吃完饭，现在是6:30，然后我们来咖啡厅，这间咖啡厅叫贝贝。然后我们上次是意外发现这间店，就是它对读书很友善，就是它很明亮，然后大部分座位都有插座，然后又不限时，然后又开到11点，这样适合学生来这里念书，这样就还不错。然后价格就是一般咖啡厅，大概120到160左右，所以其实也不是特别贵，所以还蛮棒的。
间台大学生超常来吃的宵夜。然后呢，我因为晚餐吃那个面实在太饿了，所以我们又跑来吃宵夜。真的是痛苦的去断粥，小确幸。我现在要去医学的院去吃饭，然后等下午1:20上课。问过大家，我已经下课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在阳光走廊这边，就是我们台大医学院一个让学生可以自习的地方。然后我应该会在这边念书，念到就是我5:20要上课，然后我就念到那个时候再过来，就是这边第一间教室是我要上课的地方。这样，我们这学期考古时区段，所以还蛮痛苦的。就是虽然每次的量会比只考期中期末少，但是就是整体来说，就是你要一直准备考试，在大概每3-4个礼拜就考一次，然后甚至到期末这一次是我再隔一个礼拜又要去最后一次区段考，所以还蛮痛苦的。好，希望我赶快成功大四，赶快去念书。下课回来又要念书了，我希望我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去运动一下，不然就是一整天坐着屁股超酸的。然后你就舔出他口袋，然后就他也赚。现在跑来，就是宿舍底下4个人跑步机，然后要运动一下，然后应该运动完就洗个澡，然后再继续。因为现在就是有点烦躁。现在时间是晚上1:10，然后差不多要睡觉，因为胃有点不舒服，真的得睡觉。所以呢，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胃多了差不多了，没有办法再更好了。好了，就是以目前这个时间来讲，就这样，晚安。早上的6:50，晚上睡到7:10。8:00，然后我现在要去走路去学校考试了。然后今天的天气感觉就比昨天更冷了一点。好，我的日记就是我要去找小卷，反正要早点交卷，然后我就要从日记出来睡觉。好，再回见。区段考的样子，就是通常会礼拜一考2科，礼拜四考2科，然后就是一个学期就考5次。所以说我现在第10次，我已经经历了4次这种摧残了。然后下学期还是要有5次，还要加国考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